你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坐下。好，吃饭。好。去后面，你去后面，你不要凶，你过去。我帮你倒饲料哦，你不要凶哦。我帮你倒饲料哦，你凶什么？Baby 啊，Baby，过来，妈妈妈，你有撒娇啊？妈妈，贴，你看，谢谢啊！就就就就就，啊就就，还有那个主人说，这只狗，剪指甲的时候，有时候也是会想要咬人的哈、哦。我从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我养的狗或是寄宿来我这边，比如说一个多月、两个月哈、哦，我也从来没给它剪过指甲，指甲还是很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有给它训练召回啊，所以我都放心的让他们在外面奔跑啊，或是丢球、捡球。指甲早就磨掉了嘛，但是事实上很多狗都他们都不会叫不回来，主人不敢放，然后那个也不会捡东西回来，那只好就要冒着风险剪指甲。哦，我试看看了哦，来，哎，我现在就是我跟你讲哦，会咬人的狗哦，你不要说你光这样子。弄它就咬你了，或是凶。因为它我没有训练过它剪指甲，是它已经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它连凶都不敢凶，有没有？我碰它指甲，因为我这个不是真正剪指甲，我是模拟的哦。一般你只要模拟，它就凶了。你看都不会啊。所以什么重点，什么剪敏，那个都是一个过渡。没有错，那是一个初步。真正的重点是，他知道我是谁，他连吭一声都不会吭啊，而且他跟我很好啊。所以大家在很多那个矫正上面都，你看的网络上面的东西哦，那个都是不是正确的啊。OK。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从来没有去剪过它。我第一次弄它就已经，因为前面它护食的那一个，它想要凶，它发现哎，我是一个绝对的那个领导，它就不敢凶啦、啊。OK。其实我们在训练狗召回的时候哈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叫那么凶啊，那么权威，是因为它在分心的时候，你前几次前就是。就前十次、前二十次啊，你要让他听得到，你要知道说，哎，这个事情
是我要叫你一个命令，然后他听得到以后，你那比较权威的动作哈，然后他比较有警觉以后，习惯了你用温柔的，他一样可以叫得来了。真的啊，不是说一定要我那么洪亮哈，我现在叫一个轻柔的给你看，他跟小贵宾在那边混哦，他自己跑不见了哈，我叫一下 ，Luffy，Luffy 来 ，Luffy，Luffy 来。有没有？我这个很和蔼，很和蔼啊！我只多叫个一两声而已。来来来，来奖赏有没有？所以不是说不能温柔叫狗，是你前面几次的那个制约定型哦，你要前面那个要非常认真，很有威严啊，慢慢就会知道你那个来就是一定要过来这样子，跟那个。Seven 的员工，一个美女在玩了哈。他其实也在外面也算友善哦。你看他叫他也不太听哦，你看。好，他跟他玩嘛哈，他被他吸引哦。啊，我看看有没有办法把他召回哈。对，过来，来，哎，很乖，你看他蛮听我的话的，奇怪，然后你再叫他，对，好，你跟他在这边玩，我到那边叫，看能不能叫，你先把他叫过来。